小的公主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眼睛国王，头发最白的尖尖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眼睛王国尾巴最长的看子喵。小眼睛王国里面住着一个小眼睛国王和小奶奶公主，他们养了一只猫叫做胖子光，他们给他吃很好，他也吃很多，所以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。你们以为一切都这么快乐和平吗？你们错了。最近胖子光怪怪的，他都不吃东西，日渐消瘦。猪饲料，我到底吃了多少？能不能退回？瘦下来，哎哎哎，回到曾经那么帅。OK， 我带去看医生了。好啊，好啊。于是国王和公主带了胖子光到加大兽医医院，医师帮他做了一连串的检查。这是胖子光的检查项目，做超音波发现肝脏有异常状况，接下来做血液检查，结果为贫血，血糖偏高，白血球数量偏高，最后做 CT 看见肝脏有明显状况。 CT 介绍，胖子光猫麻醉进食，有注射显影剂。CT 的原理，根据生物体不同，组织对 X 光的吸收能力不同，接收讯号而产生黑白影像。高密度的物质偏向白色，低密度的偏向黑色。利用电脑科技可将 CT 原始档案转换成其他切面或 3D 影像。
静脉注射显影剂可显示血液分布处，检查心脏、血管、肾脏、肝脏等有充血系的器官。胸腔 CT 影像有看见黑色的肺脏充满空气，心脏跟主动脉还有后腔静脉里充满血液，因为注射显影剂呈现亮白色。肺部有一些白点为肺部的血管，这是胸骨、肌肉，还可以看到脂肪。接下来我们进入腹腔，可看见身体右侧的肝脏，主动脉沿着脊椎，还有肝脏，正常肝脏应该是均匀的颜色，所以推测这个不均匀的灰色色块为肝脏异常长块。再往下切，可看到胃充满着空气，呈黑色。这是主动脉沿着脊椎、后腔静脉，还有肝门静脉、胆囊清楚可见，还有这一个灰色的，因为这只猫照 CT 前麻醉进食，所以推测此团块、此灰色团块应该不是胃的食物，仍是肝脏异常团块。接下来继续往下切，可看见脾脏在身体左侧，还有结肠里充满着粪便。再往下切，会先看到右肾、脾脏，还有一点点，这是空回肠跟结肠、背部的肌肉。再往下切，看见膀胱还有直肠。正常的膀胱如果排尿的话会看不见啊，没有排尿，里面充满尿液就会看得很清楚。诊断原因，取肝脏异常部位和正常组织采样分析，结果异常细胞为胆管癌细胞，表示为胆管癌已转移到肝脏，所以胖子光得的是胆管癌。治疗手术方法有开腹及腹腔镜微创手术，术后化疗加进行观察，切除肝脏肿瘤后需做化疗并持续观察，不排除有转移至其他器官之风险。简单介绍腹腔镜微创手术，用腹腔镜看到的腹腔画面可以清楚看见内脏器官，并不会出很多的血，然后我们看可以看见肝脏上面这块肿瘤，可以用活检前采样及利用腹腔镜手术摘除肿瘤，此为采样肿瘤部分组织，也要采样正常肝脏的组织做对比，最后术后伤口只有3毫米。收不下来呀呀，胖子光渐渐痊愈，食欲恢复正常，于是国王和公主带了胖子光去散步。在过马路时，其实我是命运女神，我来带走你了，胖子光。在命运女神的安排下，胖子光又被送入了医院。
只猫怎么那么胖啊？太胖了吧！养会很贵，胖子哥应该好起来啊！那只猫谁养的啊？那么胖！究竟这是命运无情的捉弄，还是贪婪的欲望在作祟，又或者是是非善恶的因果循环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胖子光啊，按错了。好，我们开始。我要不跟家人。巨牙就算了，干